三中全會閉幕後三日，新華社發布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全文。60条當中有3条涉及港澳，包括支持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決定60条全文公開，一共有300多项改革措施。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就文件的說明亦都同時公開。習近平指出，決定稿重點部署未來5年的重大改革舉措，提出5大重點方向，包括注重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全面改革統籌發展和安全，以及加強中共對改革的領導。經濟方面，針對政府和市場關係，要推進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又提出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要增加地方自主財力，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推進消費税徵收環節後移，並且逐步下滑至地方，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充分賦予各個城市和政府房地產市場調控自主權。民生領域上就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户籍限制，按照自愿彈性原則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決定有4条涉及國家安全，提到要完善涉外國安機制，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以及維護海洋權益的機制。涉及港澳台的一共有3条，包括完善港澳台工作机制。比较长篇幅的一条就提到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机制，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就要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地区更好地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中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会协助更多人才和资金进入内地，相信会推出更多相关优惠政策。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咧，同埋引入呢个外资同人才，咁睇下佢呢方面咧，应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即系令到更多人才、资金咧从外边嚟到香港，喺通过香港嚟进入内地。如果从呢个角度睇咧，香港吸引人才方面咧，比较上内地咧，喺某啲方面更有优势。即係香港比較一個自由開放嘅一個社會環境，又同呢個國際有密切聯繫，同對外交通又方便，更加重要就係話咧，即係一啲人才，假設佢係無論佢係西方人才，或者係一啲所謂呢個海歸派。轉下，一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預料至少維持至午夜12点。天文台話，熱帶風暴帕比安明天凌晨登陆海南岛前，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会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的信号。维港天色阴暗，不时落起骤雨。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派比安近中午采取较为偏北的移动路径，预测明日横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之后在广西至越南北部一带再登陆，并且逐渐减弱。天文台话，派比安相关的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会影响广东沿岸，那区的风势较大，而本港海面有涌浪，呼吁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雷达图像那里见得到，和热带风暴派比安相关的一些狂风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的。在我們的南邊亦都持續有些有組織的雨帶發展，並且逐漸向北移近我們。
所以我們仍然都會間中受到一些狂風驟雨甚至是雷暴的影響的。天文台又說會視乎派比安的強度變化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另外，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氣旋格美未來幾日大致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並且顯著增強。受到它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中國東南部今個星期中期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無線電視記者翟鉛文報道。發展局長凌漢豪說，最快幾年之後，當公屋輪候時間縮減時，有空間調整現時公私營房屋7:3比的安排，部分新發展區有研究5:5比。本港樓市市況麻麻，發展商陸續提出提振的建議，包括調整現在公私營房屋7:3比的安排。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說，政府早年定這個比例是希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相信長遠有空間去調整。透露現在部分新發展區，例如是新田科技城、新界北新市鎮等等，已經同時研究其他的比例。嚟緊十年，嗰個公營房屋嗰個供應咧，唔單止係達標，仲會超咗個標距。所以過得幾年，當我哋其實嗰個隊，我哋可以清緊啲嘅時候咧，絕對有空間係調校呢個7:3比。最底線係唔可以越過咩嘅比例咧？哦，其實我哋而家咧有啲情況，我哋遇到一半一半都有。尖鼻咀、流浮山、白泥嗰一帶啦，咁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數碼港喺嗰度，咁照計，因為人才可能就會多啲聚喺嗰個位置啦。咁其實如果係嗰個位，你用7:3比，可能大家又會覺得唔係好配合喎。咁短期都有建議，容許投資移民嚟香港嘅人投資埋房地產。凌漢豪就話要小心考慮，以免令到樓價再飆升。至於容許發展商投地之後分期俾地價等等嚟刺激交投嘅意見，佢就話而家冇呢個打算。分期嘅話咧，其實始終對政府嗰個公帑嗰個現金流咧都會有影響嘅。另外咧，我估市民都唔會容許我哋分期付款得嚟係唔收利息嘅。咁如果我哋同樣要收利息嘅，其實對於發展商嚟講，幫到佢幾多咧？不過，對於沙田小瀝源袁順為一幅有周邊配套的小型地收到十一份標書，中標價都是市場估計的範圍之內，他就認為是利好訊息，會盡量考慮下半年推一些市區中小型地來吸引競投，不過提醒這類地已經越來越少。他強調，就算市況不夠旺，影響地價的收入都不會減少推地，不過由於收入是用來造地和起基建，為免有影響，會研究將北部都會區部分的地方以片區的方式開發，即是由發展商出資去平整並且發展。無線電視記者陳鑑報導。